万西饺智霖 beach。嗨，我叫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。好，陈冠希念完了，那可以放过比你红的智霖了吗？陈冠希27日晚间微博上传智霖照，劈头烂掉，这个贱人操脏的老天，闻起来像是警告过你，我生气起来不是好惹。这个假女友、假超模小姐，其实只是娱乐圈交易骗子，因为你吹过。这把无名火燃点，据之起于陈冠希女友秦舒培。秦舒培可是阳明国际的中国超模，但有一说，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抢了秦舒培的时尚资源，跟冠希诉苦。另有假说，林志玲在微信好友群组说了秦舒培小话，冠希知道了不舒服。乡民键盘办案，折指林志玲牵线秦舒培认识富商，让冠希爷宝宝心里苦。我觉得什么都好好讲。人美心善 EQ 高的志玲姐姐回应苹果，不认识啊，好可怕。但他和秦舒培姐妹涛何穗有合作最新一季实境秀《我的新衣》，何穗传在该本土节目中耍大牌，态度傲慢，还跟制作单位闹不和。有人说应该，虽然何穗的经纪人否认了，但秦舒培是陈冠希唯一一条与林志玲有关的桥梁，七七八八是为挺女友含血喷人。连宽姐邱林宽都砍不下去，呛下冠希，见你一次打一次。娱乐动新闻，全民为志玲击鼓鸣冤报道。